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基隆市政府民政处近年来推出了备受好评的活动及政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从我们的单身联谊集团结婚，到对原住民新住民的朋友服务政策，以及最后要提醒大家选举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为您邀请到包山包海什么都管的民政处，我们的处长王余生王处长。处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为了帮助我们的单身男女早日脱身，基隆市政府近年来都办了这个单身联谊的活动，当起了月老，而且很成功，一块来看看。1分钟的时间，让各位把心里想要的事，双手合十，虔诚的祭拜月老，拿着红线回家，希望牵起姻缘，是来保佑大家。拜完月老，也向妈祖祈求一切平安顺利。就用过去离婚率高，政府5年前开始举办单身联谊活动，大受好评，也成功配对不少参加者步入礼堂。对啊，忙上班，然后手指头伸出来都是 OA， 都做黑手，所以很少女孩子会想靠近。我就看 FB 来的，觉得还蛮新奇的啦。对啊，他心目中的对象。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是迈向第6年，那前面5年其实颇具成效，那也很多市民朋友来报名，然后因为参加这活动之后，他认识了他未来人生的另外一半。那像今年我们的联合婚礼就有3对是在这几年因为参加单身联谊活动之后然后认识，然后在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那显现其实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对未来提升基隆的结婚率，甚至未来生育率都是有显著的帮助。参加者也到虎仔山休闲咖啡馆，透过活泼互动游戏，让大家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现在因为主要是少子化原因，就是大家也不愿婚，那不愿婚的理由很多，那很多当然是因为很多青年男女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或者是本身业务比较繁忙没有时间认识到未来的一个伴侣。那透过这样的活动，希望让我们更多促成更多机会，让我们的基隆市民，不管是工作在那边或居住在那边，都有机会认识未来的一半。那推展这个愿婚热身好养一向是基隆市最近这几年非常极力在推动的一些政策。最后在月老加持下，总计有7对男女成功配对，政府献上满满祝福，能够找到人生伴侣。基隆市政府真的很用心哦，因为为了要解决这个国安问题，就是少子化问题，可以看到市政府很努力在这一块做各式各样的活动及政策推动。那这一次的这个单身联谊活动也很成功，听说就已经有7对男女配对成功，可以看到民政处的用心了。然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爱在基隆相遇时，单身联谊活动已经迈入第6年了，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喽，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而且人数在配对的时候，听说也很讲究。我想这个基隆市政府办理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爱在基隆相遇时从106年开始已经迈入第6年。那当初为了要来执行这个政策，主要是我们现在都在推动愿婚热身安心养，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因为我们的出生人口数也不断在下降，那你没有愿婚基本上就何来出生人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规划说怎么样鼓励我们年轻的朋友能够走出来，然后希望拓展他的交友圈，然后这样才有机会认识了人生的未来一半。那过去我们都知道，现在因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那很多就是忙于工作啦，所以都没有机会认识到另外一半。那怎么样办一个活动，让大家安心可以愿意来认识到另外一半？我想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理念。那像现在最很多网络上的通讯媒体的交友其实也非常多，不过毕竟它还是缺少一些安全性的保障，所以我们才会开始设计这个单身联谊活动。那从106年到108年，那时候我们其实参照了很多这样的国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节目，那特别是很多年前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叫做《恋爱巴士》，
那我们参照恋爱巴士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就真的打造一台恋爱巴士，然后就是开始举办这些单身联谊的活动。那刚开始其实报名哈，我们很怕说很多人没有报，其实后来其实一报名之后，也发现人数还蛮多的，好热烈啊、哦！对，最后还两三梯的。第一梯记得第一次，因为我们试办的时候人数比较少，只有30对，36对，嗯，那。可是报名的人数却超过了大概300-400人哦。哇！那时候我们就想要怎么样方式来让很多的民众参与，可是又没有办法全部让融入，那我们就可以通常我们都会设计所有的那个问卷跟表格，然后大概是我们在检阅他们的基本资料，因为我们也希望说都能够在相当的一个条件下能够速配成功，增加那个速配率的。好，所以大概。这6年举办，其实已经大概是超过3000个人报名了啊，3000多人，但是总共大概734个人参加啊，那成功配对78对，哇，78对已经配对成功。那其实很多参加的民众之后，他们因为借由活动认识哈，或者是就开始交往。其实像今年的我们的联合婚礼就有3对是参加我们卫生联谊之后他们认识的。所以这几年其实报名的都非常踊跃了，那大概也都是男大于女了，哦，这个也可能是在整个比例上，不过我们都尽量希望要求平衡，总是一定要达到，哦，男女对数是相当的了，那这个相当的条件上也保障所有参加的这些年轻男女能够真的可以找到合适，而不是因为怕有被诈骗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活动设计上，那。这几年我们也透过跟网红的媒体跟团体来合作，结合一些相当的一个地点，像我们参加活动除了活动互动以外，我们还有安排一个很精心安排的一个甜蜜的下午茶，让他们有机会在认识聊天，在聊天的过程，那其实在跟网红有团体在合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也结合了一些相当的游戏互动，好像由于之前那个游戏的里面的一些什么控杆啊，一些他们设计的游戏的桥段，我们都会融入进来。希望其实不是只有单纯过去我们想到以前的联谊方式，就是对面这样聊天，然后互换座位就这样子。我们希望透过游戏之间的体验跟互动，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办理。单身联谊活动的一个目的了。那更比较刚才在影片中最特殊，就是我们一个传统，就是每年都需要先到我们庆安宫哦，给妈妈拜对去拜月老。那那个月老他从105年安坐以来哈，然后其实非常灵验的。那我想我们就是每年开始办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单身男女就带到那边去祈福，那祈求月老姻缘啊。那庆安宫其实。也很帮忙哈，当时他也承诺，如果说，你这样配对成功之后，进而结婚，啊，他们也可以包个红包给这个新人。我想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结合文化传统，啊，跟这个未来的人甜蜜产业的一些政策。那同时也非常感谢这些年来很多的办业者哈，甚至有婚纱业者，因为配合我们单身联谊活动，也承诺他们如果结婚之后会给予很大的优惠。所以，从这个爱专信用相遇时的一连串到后面的联合婚礼，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培养我们基隆的甜蜜产业，然后也是我们人口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哎，真的可以看到民政处很用心哦，因为刚才跟处长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其实每年报名的人数都很多，但是民政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关。它除了就是大家的年龄啊，然后职业啊，那另外就是男女的比例这一方面。都很用心，最重要就是不让大家被诈骗这一件事情，所以可以看到民政处很把关的用心。最后呢，他们的还结合了基隆地方的特色，比如说像景点啊，或者是一些庙宇文化，让大家有不一样对基隆的在地认识，进而在基隆可以结成连理，这也是可以看到民政处在增长基隆人口上的用心。那当然过了这一关之后呢，就要进入甜蜜的集团结婚了，来看看每年的集团结婚都很不一样，那今年的特色在哪呢？快来看看！掌声欢迎！
在基隆港湾无敌美景陪衬下，36对新人依序走着红毯步入会场，接受大家的祝福。今年基隆市联合婚礼首度在基隆港东岸旅客中心三楼的丽都蝶客花园举办，在美景簇拥下完成终身大事，让新人们直呼好感动。感觉不错啊，那个风景蛮好的，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就还蛮幸运的。我觉得很热闹，然后又有这么多亲友的见证下，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有你，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欢笑。很漂亮，很浪漫。其中有三对新人是因为参加基隆市政府民政处举办的未婚联谊活动，进而认识交往，最后修成正果，让基隆市政府这个红娘当得很有成就感。应该是在游戏进行中的时候，对，然后有一些活动上面的，就是有讲到话，对，彼此有打到彼此喜欢的点啊，所以就，然后但是其实就是结束之后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彼此对，还有后面一些小小交流的部分。我将爱你直到永远。在主婚人基隆市长林佑昌带领宣读誓词下，新人们交换戒指并亲吻对方，幸福氛围瞬间感染现场所有人。林佑昌表示，这是基隆办喜事，婚姻是双方对彼此甜蜜的责任，祝福在场佳偶百年好合，甜甜蜜蜜携手共度一生。那人家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才能修得共枕眠，今天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今天要结为连理，我想这不只是各位百年的一个缘分跟福分，我想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诚心跟诚意。代表议长天家庄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也向新人祝贺。今天有三对新人跟我自己就很有关系，一个是我海大毕业的学生，有一对，另外两对是一个是大哥的儿子，另外是另外一个大哥的女儿。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于公于私，在情在理，佩祥都必须来这边祝福所有我们的新人。担任证婚人的庆安宫主委童永哲强调，在妈祖保佑下，所有新人都能幸福安康、甜蜜成家。我做证婚人非常光荣啊，所以今仔日第三十二个这个新娘新娘哦，真幸福，有市长、有全体这国宾、贵宾来个祝贺啊。代表民进党参选基隆市长的立法人蔡适应也提出，青年买屋两年利息帮您缴及婚后孕前健检补助两项政见，希望帮助年轻人成家生育，让更多的新人在购物的时候资金的压力更减少，利息的贷款压力更减少，这个是适应要未来推动跟我们基隆市政府这边来努力的。那第二个，中央开始也在推动的，各县市也在推动的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婚后孕前健康检查目前在六都已经推动了，我们期待在明年基隆也能够推动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除了基隆市政府赠送的除湿机、金铲子及市议会提供的嫁妆外，许多在地企业也加码提供蜜月行程及精美贺礼抽奖，让所有新人获得满满的祝福，开心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真的好甜蜜哦！可以看到市政府每年都有创意，我只记得有一年是游轮上婚礼，在海上城堡上办婚礼，因为那一年真的很热门，大家晚上就去排队。不过后来就结束了这个问题嘛，因为都通通线上报名。我们要请教处长。我们的这个联合婚礼哦，过去其实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办，都办在市府的礼堂。那在我们之前思考，因为每一次在办这个联婚礼的部分，报名人数都不多，最早我记得是要包上30对，摊事都包不到一半哈，而且都必须要拜托我们市政府的同仁，就麻烦他们如果要结婚，在今年都要结婚来参加。后来我们就停办，我们停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思考说，这样的联婚礼要让更多人的参与，而不是为了办举办而举办哈，所以我们在107年。思考了整个联合婚礼未来的方向之后，我们在107年开始恢复举办的时候，我们就选在朝庆公园，因为你必须要结合我们基隆市的一些景点，然后让他觉得说新人他在办这个婚礼，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举办这个婚礼
之前，我们也必须要结合相关性的产业。所以我们在办开始举办的时候，除了大家比较期待就是他参加联婚礼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品以外，特别婚纱，我们跟婚纱业者来合作，提供免费婚纱让大家去挑选。那有这样的一个产业配合，甚至我们在整个经费上，除了原本的经费上，跟透过很多产业的赞助哈跟合作，所以我们大概整个婚礼的过程里面，其实让新人他报名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啊，那同时他也可以一个可以让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婚礼可以得以呈现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思考联婚礼的举办方向。那在107年开始恢复之后，其实报名人数就很多，都马上就可以那个报名完成。那在108年那时候，因为邮轮刚好非常夯哈，我们就跟邮轮业者，因为其实洽谈很多年了哈，不过在108年终于哈跟盛世公主号让他们同意可以让新人来搭乘就是上邮轮来举办。那这个活动其实对，因为这活动是过去没有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县市办这个县市政府办婚礼有办法在邮轮上举行哈。那我们也跟他洽谈很久，因为第一个到邮轮就等于是出国，你必须要出境哈。那在上面举办，同时他们也答应哈，就是提供好几套的那个邮轮的旅程给新人。所以我记得那一年开始宣传这个邮轮婚礼之后，确实是秒杀，很多民众是我们隔天早上9点报名，那时候在现场报名，他们就前一天晚上就到我们办公室的楼下去排队，那时候我们椅子排了，他们已经坐在那边在站，对，大概早上9点05分就全部报名完毕了，啊，确实就是秒杀。那一次36对新人在盛世公主号，确实让大家感觉到，参加我们的联婚礼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也因为有结合了邮轮产业跟相关的一个婚纱啊、喜饼啊、饭店业者的配合，其实真的让很多新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在因为108年之后，因为开始就疫情，就109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果没有办法在邮轮举办，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来配合？那其实这几年，我们基隆市政府在，线上，一般来说是比较没有办法呈现那个效果了。但是我们后来选不是在邮轮，我们思考就是这几年基隆市在文化部的大历史场景的修复计划里面，其实现在这个古迹都修复得非常好。那所以我们在109年开始在新的这个修复完成的要塞司令部的校官宿舍来举办。那其实结合了杠子寮炮台啦，然后甚至司令官邸跟这个去修山坡的白教堂来拍摄婚纱，其实也让新人觉得，我在一个这么有历史价值跟文化价值的一个古迹里面来举办这个婚礼，其实也非常有意义。因为过去也知道，这些古迹如果没在修复之前，很多我们基隆市民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复，然后展现出他在古迹举办联合婚礼，这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设定哈。那在去年就是在那个旧议会征兵大楼，那时候刚还没有起，对，可是那我们如果很多民众今年有到陈伯会去看，其实非常漂亮。那其实那时候选定在古迹每年换一个地方，刚好征兵会旧议会大楼刚好就在彩色屋旁边，然后整个这个周遭的一些的景区，就是我们要结合我们基隆的一个观光景区哈，啊，让跟联婚礼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在百年古迹的部分，这是我们这几年开始在筹划的主题哈。那这个也让这个色彩屋啊，这个台湾威尼斯的色彩屋能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爱情故事的一个记录哈。那今年的主题就是幸福基隆港恋恋山海城，因为刚好刚才影片中的这个新我们的港务公司的客运大楼上面的空中花园刚好可以使用。那其实选在那边其实就是要结合我们基隆的山海美景哈。那特别是比较可惜是那时候没有游轮进来，其实有游轮的衬托被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其实整个山景海景就结合，我想在每个人拍摄婚纱都是一个非常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几年在筹办联合婚礼真的是都是
想尽了每个主题，希望让所有新人报名，他能够得到他人生一个梦幻的婚礼，那一切都是免费的。我想这个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产业的结合跟赞助。那这个样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基隆市成为一个幸福的城市，那一个幸福的城市就是希望透过婚姻产业这种甜蜜产业能够打造出来，能够达成一个产业群聚的效果。那希望很多新人如果要踏上婚姻礼堂的时候，记得来基隆结婚。是，这个除了来基隆度蜜月，或者从基隆出国，坐游轮出国，到基隆来办婚礼，这是我们在举办年婚礼重要的目的。就可以看到政府非常的用心哦，然后民政处他就努力在翻转基隆，让基隆变成一个幸福的城市。那透过这一连串的活动，除了可以减少我们的少子化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串联基隆的观光景点，打造出基隆幸福城市之美。那不只照顾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在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的部分，市政府也花了很多心思，而且市长呢都承诺做到对他们的政策实践。我们先来看看在疫情时期一样都是按照原规定来举办的我们的原住民丰年祭。我爹爹在过年呢，那呀奔。我好歹在过年呢，那呀奔。非常谢谢大家。那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那我们还是秉持了传统来举行这个丰年祭以及祭祖的这个仪式。我想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传承，绝对不能中断。那虽然现在在疫情二级警戒当中，不过我们非常谢谢各位的一个安排协助还有配合，那我们还是依照防疫的指引来进行相关的活动。那一年一度的原住民的丰年祭，它代表的除了是丰收，也是祈求上天这一年来的恩赐。那我觉得这样的今天的丰年祭的比喻非常的好，就如同我们面对疫情的过程中，像昨天的疫情就是嘉陵，也因为上天的恩赐，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痛苦，大家逆境而上，大家团结一心。那原住民丰年祭代表的原住民，不论是我们原本的原乡，或者我们出外打拼，在每一个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尤其在我们的基隆市举办这样的原住民丰年祭，我相信对于不论是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从原乡迁出来的好朋友，或者在我们城市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原住民来讲，它都是一个跟本土跟族群认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将基隆市把疫情防疫的工作做得更好，而且在防疫的各项，不管是就业媒合跟各项纾困的协助之下，我们基隆市真的让我们体验在基隆真的是幸福的。所以今天还来过，可以看到就是在尽管在疫情期间我们的丰年祭规模缩小，但是热情不减，而到今年那就不一样哦，一块来看看。111年度原住民联合丰年祭活动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广场热闹展开，来自全市各区的原住民朋友们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基隆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适应以及市议员陈明健和王醒之等人也都一起出席参加。市长林佑昌特别向原住民朋友报告，过去主政七年多来，编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和福利预算，实现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也感谢立委蔡适应和议员陈明健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余森在中央以及地方对于预算的争取和编列。佑昌担任基隆市的市长，我想在第一年上任的时候，我跟各位主任同胞承诺，我们一定会大幅增加我们
基隆市原住民族我们相关的市政府的经费还有预算，今天佑昌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这一点，佑昌做到了，市政府做到了，陈明建做到了，我们所有地区的头目跟主席大家也都一起努力做到了。我们基隆市原住民族的预算从我刚上任的时候一年大概只有1900万左右不到，但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到今年度呢，我们基隆市原住民的预算已经突破3000万，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们成长了50%。包括我们事务委员会地区的头目、地区的正副主席，努力的来延续、保存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能够生根在我们都会区。最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市长，过去这几年来，基隆的原住民的预算增加。当然，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在立法院也非常的努力，在原住民预算的审查过程当中，给予原住民委员会大力的支持。因为我知道，我们如果不站出来支持原住民的活动的话，就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原住民总头目也代表各区原住民朋友感谢市长对于原住民的照顾，提升原民的各项福利，也热诚欢迎贵宾们参加原住民最重要的联合丰年祭庆典活动。可以看到市长对原住民的承诺都逐一实践，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喽。我想刚才从大家观众朋友从影片的知道，市长有宣布说我们的原住民经费从刚开始上任的1900多万到3000多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了。因为你要知道，市政府的经费其实每年预算都必须要所有各局处它都必须要做一个平衡。你从要增加预算，就必须让某些部分的业务就需要减少。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我们在跟中央争取很多的补助，所以我们基隆市的预算规模其实从160几亿也到了200多亿哦。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一个所谓的市府的一个业务上，特别是在原住民的业务上，其实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空间。那当然过去原住民的一些福利相对来说，它本来在许多相对的在经济上会比较相对弱势哈，所以我们在很多这样社会福利上，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那特别是原住民的微型保险哈，我们那时候从开始就举办，106年承办哈，那在15岁以上跟70岁以下的族人哈，我们来帮他纳保。那以往还必须要做一个调查，现在我们就统一造册给保险公司哦。那让原住民的族人更有这个福利的保障，以防止他如果在工作上在职场上遭到意外伤害的话，有更多一份保障。那另外我们在原住民的一个教育部分我们过去在每个小学到大学阶段，其实提供不同阶段的一个成绩达到的一个奖学金。那同时我们在这几年，我们也纳入了，只要族人在就业或在职的时候去进修，我们同样也提供他奖学金哈。所以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让原住民的教育哈能够更加的重视。那另外我们在整个原住民的驾驶记忆训练补助上哈，我们过往的名额也是比较少，那但是我们在经费上也都增加，同时我们要增加他很多的一个记忆的训练补助，包括烹饪啊，或者是相对的一些电脑资讯的证照呢，这样的一个补助部分，我们也都在努力中哈。那另外刚才看到丰年祭哈，丰年祭其实非常重要。那丰年祭每年的经费，我们也是每年都提升，因为我相信原住民朋友最重视的就是丰年祭，这就是代表他们对祖灵的一个尊敬哈。那这个丰年祭也代表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除了经费的增加以外，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他们族人的祈祷长老过来到场来做一个文化的传承指导。
那我们也每年文化传承指导的经费呢，从2000元到2500，也是给对原住民长者的一个尊重哈。那特别是他们来指导整个原住民丰年祭，用他们经验的传承跟所有的历史文化仪式的一个传递哈，让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哈能够得以保存。那另外在各地，除了我们联合丰年祭以外，各地区其实都有各地区的丰年祭活动。那我们用是有15个地区。15个地区的原住民的协进会，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经费的补助上，也都每一年哈都增加2万块哈，希望让他们增加的费用能够办理各地区的丰年祭。那你也知道基隆市的原住民当然是阿美族，但是也有泰雅族哈或其他15族的一些族人，所以各地区的丰年祭仪式可能也不见得都是相同。那这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各地区丰年祭的文化的保存，所以在经费上从5万提高到7万，这也是我们在做一个努力。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原民会，中央原民会非常希望我们多增设所谓原住民文化健康站，那这个在整个部落是非常常见哈，但是在都市里面，因为我们原住民的行为上不像过去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有那么大的集会场域，可是这些原住民的长者的一些文化交流跟一些健康的照护上缺这样的一个适合的场地来运作。那为什么要办理文化健康，就是希望能够照护这些老人，让他有地方可以做，透过一个讲座或者交流甚至共餐保障我们这些原住民的长者。所以我们在去年在我们原住民会馆筹办的第一站的文化健康站。那这筹办文化健康站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它必须要还是要照护看护的一些资格，好，那同样的它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也是努力申请很久，那终于在去年开站。那今年在七堵的教会，青云教会有在承办第二站的这个文化健康站。那其实从开始运作开始以来，我们都每年都获得评鉴都是假的，那也很多长者都愿意到文化健康站来，除了上课他有照护上，他同时他也透过大家共餐的甚至传承一些学习的记忆，让我们这些长者其实在他甚至他退休之后，他其实有一个活动的场域，那也能够让安心的照顾，那也让这个原住民的他的家属可以非常安心让他文化健康站，这就是我们这几年所做的一些努力的。另外在原住民的课后教育学童辅导班，我们也都增设了班级哦，因为你知道很多原住民朋友，其实很多家长他根本就忙于工作，那小朋友他下课之后又没有地方去，同时又减轻他们的负担，不用他花钱到安亲班，所以我们就开设这个原住民课后辅导班，那也都增班，110年先开设，然后到109年就再增设第二班，那其实每班大概都20-30个儿童，所以说基本上也确实让整个原住民的家长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在今年我们也举办了这个原住民假日市集，那一直我们也在想怎么样让我们整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上的经济然后能够得以展现，那毕竟我们不是原乡哈，那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假日市集能带动整个原住民会馆的地区，包括海滨国展，那再结合阿根纳造船厂跟这个色彩屋，让这个市集能够活络当地的一些经济实力哈。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筹划了这个原住民假日市集，然后请这个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提供他们原住民美食啦、原住民的文创产品以及他们的农特产，那透过这样假日呈现，希望提升原住民朋友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产值，那同时呢增加收入，同时也希望群聚上这个部落能够带动起来，那不用让很多原住民朋友，其实大家影响都原住民朋友都必须到外地去工作或打工，我想这个希望透过他们这样增加收入，也带动我们原住民部落经济的产值，这就是这几年我们大概在原住民的工作上提出来的一些照顾了，当然不敢说达到非常尽善尽美，可是确实我们很努力，所以
市长才说我们每年的经费增加，但是确实照顾到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市长真的很照顾原住民朋友啊，就在今年度的这个运动爱台湾原住民族的运动大会上，他也亲自到现场为这些选手们加油打气。基隆市长林佑昌展现亲和力，和原住民大小朋友们合影拍照，闲话家常，也为参加比赛的原住民选手们加油打气。这是在七堵百福国中举行的基隆市111年度运动爱台湾原住民族运动会，市长林佑昌和市议员陈明健都亲自出席参加，也向原住民朋友报告好消息。第一件事是市政府不断增加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第二件事是市政府通过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如果得奖的选手也可以比照其他全国性运动会拿到一样的奖牌奖金。我们基隆市的原住民的运动会，从市长刚上任的时候预算只有40万，那陈明健议员呢一直争取市政府的经费也逐年提高，到今年呢市长跟大家报告跟宣布，我们的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是增加一倍，现在从40万已经变成是80万了。拍手，谢谢市长。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以前是不能适用其他的全国性的运动的这些赛事，所以奖金很少。但今年市政府已经在事务会议里面通过了，我们基隆市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竞赛得奖的奖牌奖金，比照其他全国性的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所以各位明年在台北举办的全国我们原住民运动会，希望大家极力的去努力争取，然后拿到奖牌，然后可以比照全国的竞赛，可以将军打一个梦梦，拿奖金，大家听好不好？好，那这样子大家会比较有动机一点的哈。真的就是照顾原住民朋友不遗余力哦，像最近很夯的阿拉堡湾的深度旅游，就可以看到这个串联文化历史，市政府呢跨局处的合作来照顾我们的原民朋友，让原民部落再生。体育的部分呢也是大大的提升经费，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未来原民文化的传承方向。我想这个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原住民的体育项目上，我想原住民在体育上有很高的天分，我相信这个他们在整个运动上确实在整个成绩上都不错的表现，那所以在体育经费上除了大幅的增加以外，我们也举办了各项的赛事，特别是他们传统的一些体育的赛，比如射箭啊，甚至他们我们也曾经想要说办他们传统射箭的比赛，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这几年都有恢复来举行，也希望我记得有一个撒渔网，好好玩，对对对，也有他们在也有这个撒渔网的一个技艺上的一个竞赛，那就是希望说除了原本这个现代体育的一个竞赛以外，他们传统一些体育竞技上我们也都希望来帮忙他们来筹办，那但也是希望这个技艺上能够传承下去，那同时在整个原住民的运动会的奖金也是比照全国性赛事的奖金的比例，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更着拔着更多的这个原住民的体育选手啊，帮这个基隆市来争取好的成绩，我想这个是在体育的部分，那另外在文化传承部分，其实过去在原住民的这些文化传承大概会在民政处，可是我们觉得说因为相关的一些业务其实要必须要跨局处来合作，那像这次阿拉堡湾透过都妈处在做一个这个社区营造的概念，把过去和平岛这个地区在阿拉堡地区的这个部落做一个扰动之后，那透过官消处跟文化局的合作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集会所的景点，那让整个部落的我们和平部落的居民，透过他们慢慢的美食，哦，透过他们一些传统这些手工艺的展现，来带动这个观光跟经济，那也结合我们这个阿拉板湾和平岛地区的一个观光，那希望透过这样一个集会所概念哈，让整个和平部落的经济能够得以发展，那整个文化观光也能够得以传递出去啊。我想这是在文化部分，我们也都是这样做跨局处的一个合作。那其实原住民的文化有很多底蕴啊，只是我们就是过去都没有好好的在研究宣传。那其实他们从原乡到了这个基隆来，这边就是等于他第二个故乡哦。那等于相对在原乡的一些文化，其实也都传递到基隆这边来。那基隆作为一个海洋都市，怎么样结合过去从原乡带来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文化、部落的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艺的展现哦？我想这就必须要我们市政府很多单位跨局处来合作，那让整个基隆市的原住民文化从原乡带到都市，发展出一个属于都市型原住民文化的不同风貌，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在整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真的很用心哎，不只照顾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让他们在都市型的原民文化可以发光发热之外，其实市政府在照顾我们新住民朋友也是尽心尽力，要带大家来看看哦，每年都会举办的全国新住民健走与嘉年华活动。枪声响起，数以千计的民众从碧沙渔港出发，走向目的地草径公园。这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举办的全国新住民健走嘉年华活动。在疫情趋缓下，主办单位希望借此鼓励民众走出户外，享受阳光，开心迎接疫后新生活。114年啊，全国新住民健走的嘉年华会，啊，今天在这么好的天气来办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市政府还有议会，尤其是体育署大力的支持，我们海科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我们今天呢，从碧沙渔港出发健走的时候，有将近刚才纪念品跟摩彩券花了3600多张，可见大家非常的踊跃。尤其现在疫情过后以后，大家多出来运动，太阳这么大，多运动身体会健康。参加民众走过平浪桥，抵达嘉年华活动会场草径公园，现场聚集了30摊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美食小吃，吸引了大批的排队人龙。大力支持这项活动的教育部体育署方面期盼，借此让各个族群都能多运动，身体更健康。新住民啊，现在已经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三大族群了哈，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也非常重视各个族群的运动的权益。那在还好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总会这边的协助下哈，然后也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让民众能够更了解哈这个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些文化啦，然后体验他们的这个这个美食啊。那另外呢，也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很多的新住民能够一起来运动，好，来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跟感受到这个运动的这个益处哈，然后进而呢，就是有更这个健康哈，这个身心更为健康的一个生活。包括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立法人蔡世英代表及各党派议员也都热情出席这项活动力挺。舞台上则有各个民族精彩舞蹈表演轮番上阵。与新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移民署也特别到场摆摊宣导，希望协助新住民朋友融入台湾这个大家庭。我们一年一度都有新住民健行嘉年华，这个虽然是我们体育会主办，但是因为我们移民署是新住民的一个娘家，所以我们绝对会全力支援这个活动。那今天我们也有摊位来摆摊，那同时我们因为年底选举到了，我们移民署可以大力来宣导说反贿选这件议题，那还有我们的一关相关的照顾移民辅导的措施，好，那我们有一个外来人口的生活咨询服务热线，现在正式改版为1990，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宣导，有任何的生活资讯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它有7国语言的一个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市政府在照顾我们的新住民朋友不遗余力哦。那新住民朋友在基隆的人数不少，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说说针对新住民朋友的政策还有福利有哪些跃进。
其实基隆的新住民的朋友哈，就是已经入籍的，其实人数大概有18,800多人哈，其实它比例其实已经超过原住民了，那也代表说，其实这几年新住民到台湾来哈，这个已经落地生根取得身份证的人数真的非常的多，那也是代表整个新住民的各项的一个权益跟所谓的福利又必须要受到重视。那过去因为新住民的所有的业务都是分由跨局处来办理哈，那大概会在民政处、社会处、教育处跟卫生局跟警察局。那因为新住民一到了台湾，他必须要适应整个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地方环境，所以你必须要做他生活的辅导。那之后还有他后面第二代整个子女的教育的问题哈，甚至是一个卫生卫教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基隆市政府就成立一个新住民的咨询委员会，也是由各跨局处哦来做一个业务上的一个汇报。那有分成社会安全哈，那经济力的辅导哈，还有这个社会福利，然后还有教育文化，那同时还有这个卫教的宣导，这个部分就是要保障新住民到了台湾之后，他能够迅速融入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哈。那另外在整个语言上或者是的辅导上，或者是地方风俗人情的人文部分，我们也都是在积极开设班来提供新住民的福利。我想这几年新住民的来自各个国家，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新住民朋友啊，成为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之后，确实能够融入在新住民。那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其实表现非常优异哈。所以这也不论先来后到，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哦。对市府上对新住民的这些政策上，我们也是非常努力，让新住民能够融入我们台湾的社会。是，就是要照顾新住民，为我们台湾带来前进力哦。而说到最后，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即将要进行的11月26号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哦。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今天带各位观众了解今年选举有什么特别及需要注意的地方。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宪法修正案公民复决同日举行，并于11月26日举行投票。11月26日当天，有9种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选务工作最复杂的选举。每个直辖市、县市的选举种类不同。各位可以从投票通知单得知自己可以投哪几种选举。中选会网站也能查询自己的投票所地点。当天也有修宪复决投票，这次的宪法修正案是由立法院提出，交由公民复决，也是首次交付公民复决的修宪案。投票前还有许多注意事项，让我向各位一一说明。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资格需年满20岁，在各该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及未受监护宣告，而宪法修正案投票资格需年满20岁，并在中华民国居住6个月以上及未受监护宣告。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4点，逾时不得入场。投票前，请阅读选举公报及修宪复决公投公报，了解每位候选人学经历、政见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中选会网站也可以查询相关资讯。投票当天，请记得携带投票3宝：国民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切记一定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其他证件都不行哦。接下来由本台特派记者讲解投票流程。各位观众好，跟着我走一次投票流程吧。首先，投票当天不得穿戴任何选举以及修宪复决投票相关的服饰及其他物品。进入投票所前，请将手机关机或交由工作人员保管，其他摄影器材均请交由他人代管或工作人员保管。第一步领票，记得将国民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单交给工作人员。查验国民身份证时，记得要暂时脱下口罩，让工作人员核对容貌。投票人应按照选举人名册及投票权人名册所载的投票种类，领取选举票与公投票。第二步圈票，记得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圈选某一候选人。公投票则应圈盖在同意栏或不同意栏。
圈选完毕后，不得将圈选内容出示给其他人。第三步，投票，请记得按选举票及公投票颜色，分别投入贴有同颜色贴纸的选举票或公投票轨。结束后就可以离开投票所喽。接下来还给棚内主播。各位观众，现在应该对于投票流程都非常清楚了吧？在这边也呼吁大家于11月26日踊跃前往投票，行使公民权利。今天的新闻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真的要提醒大家，你看我们的民政处真的什么都管，连选举都管。我们要请教处长，要再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我想刚才的这个短片其实已经将所有选举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提供给观众朋友知道。我想因为这几年的选举其实连两年都一次，很多民众其实都非常了解啊。不过每次到选举，特别在投票票所，都会有零星一些状况哦。比较提醒大家，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手机哈。那手机现在因为通讯器材非常方便，但是这个切记还是不能带进场哦。那你带进场，有拍照行为，这都是违反这个选罢法的相关规定哦。那另外在整个投票的这个证件上哦，请大家也都记得身份证哦、印章跟投票通知单，这投票三宝啊，也有常发生就是没有带这些证件跟我们的选务人员呢进行争执。我想所有的选务人员其实大概整个训练都是没有问题哦。那当然我们希望整个一个好的一个投票行为哈，或者是整个这是一个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投票的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哈以外，我还是要提醒我们市民好朋友，这个选举毕竟还是有不时有传出有贿选的消息哈。那我想这个对于这查贿选是我们必须要来端正我们选风非常必须要的一个目标哈。那其实我们的市长的选举哈，这个如果有检举查贿奖金是高达500万的，然后议员是200万，里长是50万的。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检举的提出来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保密，检举人身份是非常保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端正选风是人人有责啊。我想除了这个让选风干净以外，也可以赚到奖金，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事情。所以呼吁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就拒绝贿选哦，那积极来查贿选。是要拒绝贿选，让我们的选举有个干净的风气。那接下来今年有很重要的一个投票选举，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民投手。Hello， 你想当投手吗？我们在找你。只要年满20岁，你就是公民投手哦。今年11月26日，除了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也是我国史上第一次由公民做主的修宪复决公投。18岁公民权，顾名思义，将决定公民权是否下修至18岁，是否同意国民年满18岁有依法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及参加公民投票与被选举权。过去我国宪法历经7次增修，都是在国民大会时期。这次18岁公民权，则具有首度交付公民投票、行使修宪复决的历史意义。年满20岁的公民投手们，11月26日，请踊跃上场投票，一起参与历史，投向未来，由你决定。记得这一次大家一定要来投票。我们剩下最后一分钟，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活动呢？我想，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新住民相关的一些福利哈跟政策，那特别要跟我们市民朋友报告，就是我们在这个10月22号礼拜六哈，在我们的国门广场会举办我们新住民的异国风情飨宴哈。那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台湾的一个领袖，非常知名的艺人吴凤哈，来担任主持人。那我们也邀请很多新住民的团体来表演他们所有他们国家的一些文化的跟舞蹈哈，跟一些才艺。那另外我们在现场有各国的一些美食。那另外重点还有抽奖，我们有最重要奖还有疫情电视哈。我想这部分就希望很多新住民的参与。那我们是我们每年也都会办这样的新住民活动，希望让所有的新住民在基隆居住，他能够展现他们故乡的一些所谓的美食跟文化以外，也能够让他们
聚在一起，能想念他们家乡的味道，那也让我们市民能够体验他们的异国风情。是，所以基隆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可以尝试到不一样的民族风情。最后要提醒大家哦，就是11月26号要记得去投票哦。今天非常谢谢处长带大家看到民政处这么多的努力跟付出，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We'll be right back.